黄耀明、林耀星、游学修等等，联同国际知名变装歌手 Conchita West 出席争取同志平权嘅一点粉红活动。而黄耀明喺台上自送纪念品俾 Conchita West 嘅时候，顺势邀请佢担任活动嘅国际大使，对方一口答应啊！落去啦，黄耀明，其实呢个活动系咪一年比一年多人参加呢？希望系啦，第一二年都系。